是雨辰，我是天虹。哇，设立手势真的是一首让人热血沸腾的乐曲呢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将带来一首在日本管乐界可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国民乐曲《宝岛》。宝岛一开始由阿狗狗带领打击声部的独奏，开启热情的森巴节奏与主题。现在邀请负责阿狗狗的汤纯修同学为我们演奏一小段。接着，中音萨克斯风的精彩独奏以及铜管声部高难度的高音琴奏，更是将曲子带起了两次的高潮，像极了爱情。哇，我们真有默契！是啊，是啊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最帅气的指挥许荣富老师。